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雪山救援。哟呵，看我的！哇！哇！皮皮，慢一点，你滑得太快了。快来追我吧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，皮皮小心！皮皮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皮皮，你的样子好搞笑呀！我们继续滑雪吧。不好了，皮皮，是雪崩！快跑呀！救命！这儿发生了什么事？是雪山发生了崩塌。雪山距离小镇很远，应该没有危险。今天早上皮皮还约我去滑雪呢，幸好我没去。不好，皮皮有危险！召唤超级汽车！超雷达警车，铁臂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皮皮呀，是不是被埋在雪下面了呀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皮皮。交给我们吧。雷达启动，开始挖掘。雪山在崩塌，白茫茫的看不见，大雪哗哗下，怎么办？第五我来啦，搜救行动交给我，雷达滴滴响，发现了。哐哐哐哐我来了，挖掘任务交给我，挖呀向下挖，哈，找到了。皮皮，你没事吧？不见了。快去救阿布。皮皮的声音太大了，雪山又要崩塌了。
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梦想狂欢季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，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，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哪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活，开心活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阿力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阿力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他。原来是这样。阿力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小心。库洛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。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飞呀飞呀，嘟嘟嘟梦想梦想，嘟嘟嘟张开翅膀，嘟嘟嘟飞上云朵，飞呀飞呀我来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太危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，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咩咩咩，梦想梦想，咩咩咩，精彩想象，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跳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，第99次实验，开始。
司机，成功了！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！哈哈哈。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全能收割机，高伟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。出动！花朵花朵大又大，样子真可怕。哇！张开嘴巴咔嚓嚓，哦，小心躲开它。天气真热呀！哦，还是树下凉快。啊，毛毛虫！哦，原来雷克警长害怕毛毛虫，这真是一个大新闻。啊，妮娜，快把照片给我。不行，雷克警长，我最近在做新闻记者，这可是宝贵的新闻素材。你可以找找其他的新闻呀，比如贝勒虎和开心虎研发出了新的飞行轮胎，不够劲爆。旋风比赛又得了冠军，不够惊喜。那瑞博的超级魔术秀怎么样？我今天又学了一个新魔术哦，你们看。瑞博的魔术表演是不错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新闻。你们想找新闻，那就去调查黑暗隐身车吧。
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啊，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他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，瑞博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，它消失了。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。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哦，怎么找不到？咦，那是什么？车轮车轮过啦啦，快躲开别受伤。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。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抓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别想跑，嗡嗡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。追呀追呀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。咚咚快停下，咕噜咕噜快停下，嗡嗡快停下，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，现在我要把他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一张照片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。是暴龙装甲车。
跑，快跑呀！夜游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大力神吊车，大力！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。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。一二三，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！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！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冰企鹅大作战，酷耶！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！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
远距离挖掘机出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起落起落地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，春飞就远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动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路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空空空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啊冻住了，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，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哈哈，那当然。拯救小岛，起钓鱼了。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。鱼儿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哇，好大的鱼。为什么我一直钓不到呢？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知道了。哦，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嘿，爸爸快来帮我。哦，来了，用力呀。嘿，哎呀，哇，是鲸鱼。啊，不好，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是谁找我们？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救救我们，情况紧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大力士吊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。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，别
跑，我的力气会大。稳稳当当，请你相信我，马上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世事升级吧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嗯，好办法。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大力神吊车，我的身体变得更大，哒哒哒哒哒，我的鼻子越伸越长，长长长长长，大疯子你请守住，小小岛轻轻飘起，大海浪哗啦哗啦，我有好办法，大吊车不用激荡，小小岛慢慢靠近，好厉害，长鼻子小心翼翼，小岛安全了。大吊车，谢谢你，有你就有奇迹。大吊车，谢谢你，你最强无敌。让我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嗯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。